要带您轻松一下了。不管说您是怎么样上班，站着上班还是坐着上班，其实都会感到累哦。那么在网络上呢，有一个画面哦，是有一名男子呢，他在上班中间突然站起来活动筋骨，就把纸团当球来踢，不但踢得非常出神入化，而且呢，最后一个画面非常搞笑哦，你一定要看完。放下了手边的工作，拿起揉掉纸团就开始踢了起来。原来这家伙如果不是足球选手，那肯定也是踢毽子高手。只见纸团在他身上脚上不断游走，出神入化。一旁的女同事好像是习以为常，连头都没有回过来。更厉害的还有这招，可以打到饮水机再弹回来，胸部停球后还可以再来一次。不过接下来这可是危险动作，哎呀，事实上是儿童不宜啦。网络影片博君一笑，真实性存疑，不过千万不要随便模仿。